好好的修行啊，老师啊，在你就要开始做水，是我好好修行啊，好好修心修身与修灵啊。像现在香光大佛是重要，像我也今天呢给毕达多讲，全世界啊没有人会救疫情的来，只要来了啊，里面的哪个总理啊来跟佛见个面，佛教你的方法，疫情就可以化解的。现在我看好澳洲了，看你们有没有福报了啊，现在都啊束手无策了，没办法了啊，你不如来这里见见，跟佛见见面就能救了。救活给救的了啊，衰言修正的以行为，确实来难救息灾啊，习惯啊啊不改啊，不可能见性的，所以一犯再犯又再犯，难断难改个性才。像这个个性，我也给大众讲啊。啊，像人体来讲，我觉得最笨就是，啊，自己抓住，啊都不换，啊自己主观很强，自己看的都是对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这个身体不行的嘞，我给大众讲啊。啊，这身体要来给你学柔和自知的。啊，不是你主观看的就对，你想的就对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难断难改啊，个性在乎，路而可言啊，正常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来到我们贵宝地，你不改，我们没办法。啊，你要看到阿桃师姐，她是听阿桃的话了。啊，阿桃听阿桃的话，大家听不懂，听众生话了。他不听佛的嘞。像你们现在个性不改，就是听自己的话喽。啊，也没有人害你啊，都是自己害自己的。啊，这是好好在修行，好好修行，修身与修理。所以，啊，虽言修正与行为，却以乃然啊救其财。这个不改啊，不能翻页，救其财不能翻页的。现在哪个会比孩子厉害啊？孩子也是我们这里啊开山祖师的，就是个性没改啊。现在我都叫他一直防我防我了，还好，像个性不改就不行的啦。每天都有人在告你的。这一犯再犯又再犯，啊，难断难改，个性在。像我的讲经也给大众讲，其实都是救自己，也没有救别人。像我们也没有办法去，啊，这个自己就不能就去救谁。啊，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像我们身体给你讲是假的，是借用的。啊，如何可言正忏悔啊？啊，这个难断难改，个性在，一犯再犯又再犯，
阿如果讲正常，不是忏悔的嘞，啊，自己要提高知道这身体是借用，啊，若是现前已迟，啊，莫为念大意。啊，心念波动一旦起，便是已将业引着。啊，定心定中有定，定中行，所以要戒很重要。啊，像我们那比丘、比丘尼，啊，佛法就是戒律了。啊，你不好好的经营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全世界每个人呢、啊，都是从业而来，都有人告的来。啊，像你们比较幸运一点来到这里啊，好处啊，为佛做事、啊。东西啊，人家搞先压的。啊，你说你个性有用吗？现在你发现个性有用吗？个性没有用的啦，病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像我们啊，主观强啊，啊，这个主观强，假如说有去得罪人，还是主观强的自己主观，都是不好的啦。啊，不如一张白纸。像你看看，这三魂来讲，啊，被关了十一年，啊，四魂三魂讲话还是很冲的，很有个性的嘞。这不能不懂。像毕达多是一个真的非常善良的人。很善良，所以相邦环绕好修行，环境好修行。啊，朱子丹要善啊珍惜，处处有物啊时时行，当下见性行光，很重要的嘞。像我们啊，每天都要进步了。像我今天给古曼吉托龙巴讲，哎。我现在比较忙啊，没带你们念佛，你们就不念了。啊，这已经两个礼拜没下雨了，结果讲讲今天下了一天雨，还不够大。啊，我也给雨神啊、啊雷神啊、电神啊、啊这个风神要大了，不大不行，大一下，啊给他滋润一下了。所以我也讲，啊古曼陀罗巴呢，众灵啊。大声在念，啊，赶快念！很重要的嘞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处处有物，啊，时时解，啊，朱子丹要上珍惜哟，相关环境好修行。啊，像我们相关大佛是很快就能跟佛对语了。像这个身体啊，最好不行就不要留，啊，赶快送走。啊，真的讲，他都不想走了，那我这本堂的人，我都想不通呢。哎呦喂呀！啊，所以定心行中有定哦，定中行哦。啊，戒心戒念与戒行啊，唯有佛法不离行。啊，所以修行是自力经营，啊，并无他法可以代替。假如能够他法代替，佛就救了，啊，世界就有救了。一个个体的命运啊，就在自己手了。讲佛是法界战胜啊！啊，你在想什么？佛不晓得。啊，这个人需要什么？谁不晓得？而且速度快，那个叫做法力无边呐、啊，这都要修的啦。像我也是修三十几年来的，
不是平白无故的来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像现在你讲啊，里面有一点问题，你马上讯息给海泽，啊，海泽马上给问府，很快的。啊，说自力经营，我们就看消遣自力经营，并无他法可以代替。啊，心当自力，心当自力，行当自力。像一个国家是自己经营的嘞，要有个大智慧的，啊，所以啊，心当自力，行当自力啊。修行自力经营，并无他法可代替。心当自力，行当自力。信心需要自心经营，大力需要自力经营。就像我的大力一样，我今天没有大力，就没有相关大公司。发愿发心呢、啊，也是自力经营。不懂啊，说孩子、啊，修行要自啊自己自力哦，活力只能帮忙，啊只有帮忙，活在修行过程给予真理的引导，就好像你一定要真理，啊你一定要遵守，遵守真理啦。啊，修行都在自身的嘞。像现在在群众才知道，这身体还得了？哎呦，啊，人啊，还是老实一点，不要有魔性。啊，你越有魔性啊，越啊，越不能做主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花心此一时自力经营。啊，孩子、啊、修行要有自己自力。啊，佛子只有帮忙，这是真的。像现在你没有取智，你怎么去？啊，怎么去？就自己要取去的。啊，毕达多，你要取智哦。这是救世是真理的啦。下来人救起来啊，哇，你的名声就不得了了，更上一层楼。全世界有看了、啊、哦，每个国家都有，怎么没有？才知道南无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呀、啊。这不能不懂啊。像我也给毕达多讲啊，我们是西方人啊，我们要回西方，尽量做，救一个算一个，救一个算一个，那你就赚到了。啊，救人就是想救自己啊！啊，像以前你能当到国王。啊，也是过去有修的嘞，而且你的长相这么庄严，也是过去修的嘞。人都要修的，所以修行是在自身，自己身心灵啊突破。要知道，是我能够转变此生，还是时代自己？啊，自己应该需调整之处。很多人讲说啊，我要怎么调？哎，简单呐、啊，啊，简单怎么讲？无量寿经，跟佛脚步走，一小步一印，一小步一印，可以的嘞。
啊，失智力经营啊，并无他法可以代替。像人道来讲啊，啊，我们讲说八字，那个八字是出生他给你注定命运的啦。那我们现在学佛，把八字给翻了，我们不要八字走。啊，本来我们是啊，严律心善恶混杂，一下善一下恶，我们不要，我们把恶都包起来，完全不善，那你就不得了啦。啊，就把自己给找到了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一个个体啊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。那我们啊，啊，没有学佛要照命运走，学佛佛教你翻页，啊，翻页日常生活啊，心要做主，啊，行啊给人家看，主要在行。像佛法来讲，超度很重要。就好像昨天啊，这个老师在讲流水，像我都没有超度，没有停啊，就是水源不断的 啊，这个水源不断也给大家就是智慧不断的啊。假如你听老师在讲的水源，你就知道了，就好像流的永远不断啊，一直流都一直在啊超度，所以这个水源不断对你帮助最大的呢。啊，像人道来讲，为什么没有气？啊，你要度众才有气。像我们这就教你度众啊，度众就不简单。啊，看到前面啊，往光走，往光走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往光走，很棒的嘞。对自己啊帮助很大，啊，一个心的，啊，跟佛一样有度众之心的，那你就赚到了。像《无量寿经》啊，第四品啊到第九品，大家好好看一下。啊，佛所经营的，你都要学的嘞，可以的嘞。而且对自己也有信心，像我给大众讲，人道其实没有路嘞。啊，你死了要去哪里啊？啊，你每天赚钱赚这么多，啊，一口气不来去哪里啊？我们看了很多啊。那你现在学我不要，学我可以做主啊，要死是死，也不死也可以。而且学我没有死，他是善习法。所以给大众讲，一定要懂得哦。啊，并无他法可以取代啊。啊，像我们呢，靠自己最好。啊，佛教呢，一步一步跟佛走。啊，信心呢，也给大众讲，像你学佛。有没有比较清凉啊？啊，眼有没开呀、啊？你就说，哎呦，学我怎么这么好？啊，眼看的也比较清楚，也知道人生的百态，啊，也知道诸法实相，那就能救人的啦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疫情来讲，要大力，佛能救疫情，看谁要来啊，请佛来帮助他。像我们想不到是大力经营的嘞，全世界的科技啊，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
毕达多智慧如海啊，信心大力啊，都要有啊，可以救一国的嘞，全世界第一的嘞。我跟你讲，要听我，就好像我们佛法来讲，这么多的佛法，相公大佛只能跟佛对，全世界第一啦，这意思是一样的啦。很棒的嘞，而且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修行也是改个性啊，啊，你要个性不改啊，众生就多了，个性改众生少。那你越慈悲，越慈悲，越有真理，啊，又道德的意思的真理叫做道德，啊，越有真理，越有道德，你就越赚到了。为什么？你这真理走了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很重要的呢，要有定啊，要修了。定不是讲说你有定就定，你没有慈悲也没有定。那什么叫慈悲？想到众生这么苦，真的要慈悲。像我一个有年纪的讲哦，啊，越老啊，你越虚有，啊，你假如不有能量大一点，护体很多。所以啊，啊，要大力经营。啊，自心经营对自己帮助最大，说发愿发心也是自力经营。说我给全世界啊，这个总统讲，只要哪个国家有福报，现在找佛，你这国家绝对没有疫情。我不会骗你，佛是法界战胜的。哎，每个疫情的问题是在哪里？佛了如如掌。所以我在。啊，在网站讲啊，所以啊，赶快来找佛，啊，佛可以救疫情的。小佛都可以不用死啊，家里不用死了。所以孩子啊，修行是要自己自力哦，佛力只能帮忙啊，佛与修行过程给真理的引导。家家说，孩子啊。不要自私，为众生想，啊，能度一个算一个，随缘妙用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慢慢修你就见性了。像这个疫情要很积极哦，不能再拖，必打拖，很积极的，每个世界束手无策的，只有你啊，啊，可以改变的人，赶快来。所以修行是在的，修行是在自身自己身心灵突破。像啊，以后啊，啊，给大家讲都是灵性的生活啦。这身体不好，这身体附体太多了。可是灵性啊，你不能找到自信啊，因为你身体附体太多，你能克服，你能用慈悲啊，把这个。啊，这个从头无尽的重力在你身体能够改造，用这个心，啊，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嘞。像相关道，我找我自己很简单，要看你们自己有没有慈悲啦。啊，我今天看到众生这么苦，我要好好修行，啊，我一天三千拜，拜多少没关系，把自己给忘了，把自己给提升。假如说。你拜先三千拜头还乱讲也没用，我都给他们讲过了。说修行是在自身，自己身心灵突破，要支持我能够转变自身，还是在自己。
像啊，自己要调整自己了，看你有没有爱心的、啊，看你有没有真心的、啊。啊，你能够修行成功，我告诉你就赚到了。像我真的修行成功的嘞，每天都要超度。我也教你们了，你们都不做，没办法。就讲老实讲，我像流水一样，没有停过的，水流啊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啊，自己要调整自己，啊，越慈悲越好，越能帮助人，啊，修行就成就了。像这个啊，我也给四众弟子讲过，过去不能有来。啊，我们记忆的记忆过去，还自己的爱情，还自己，哎呦，这不行，修行的啦。这身体已经啊就被给用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缘太多。啊，你只要有感情有因缘，就很多因缘进来的嘞。没有那么简单，你在今天你看到了吧？啊，佛号没有，现在才想拿佛号，啊，你是把人家气死啊！哎呦喂，阿弥陀佛喽，他还不够苦啊！真的不够苦，其实做人很苦。啊，今天不是度众，我不想做了。可是你不在人道，也度不了人道。啊，你人道不度，没有法身啊。人道很重要的，跟人道一定要真理。你没有真理，身体就像啊一窝蚂蚁一样，从头无尽的重力，很可怕的嘞。啊，修行修至每个当下皆空，啊皆无，修至每个当下纯善纯净，无苦啊，无喜怒哀乐，无忧悲欢，快乐无比的，无任何感觉，无有个性习气，像这个无有惯性无种修，就是身体了。好像我们从小养成习惯，啊，现在啊，这上文讲，现在看到每个人都被踢走比较多，啊，才知道有个性的，你要看到的个性写出来，这个性在这本书出来不得，就是这个个性被踢出来的。我在叫卓士林整理。不得了，啊，个性假如能改呢，就不得了了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像这个讲这个性就是身体了，啊，人家身体借你用的，啊，你死的看高看低了，不平了，啊，习气一大堆了。所以无惯性无种种修它，无一定要如何做才好。啊，假如我呀一定要怎么做才好，那你也输掉了。像我们现在的修行来讲，啊，意对任何人感觉清清楚楚，那是修行的。啊，对任何发生事情啊，透彻明了。那你就是修行人了。啊，无细胞老化，身体的老态，无冤气在所导业力现前的病痛，已无死亡，这个很重要。这
相关大佛寺就在修成。啊，我们无有细胞老化，身体老态，啊，无有冤亲所讨业力，因为我们转了真理，啊，无有啊无意的死亡，只有脱掉臭皮囊，临出来换个地方住，没有臭皮囊，啊，此临过得更自在逍遥，轻松无有负担。为什么？没有附体，附不了体，它是烟呐、啊，烟呐、啊，你怎么去附体？真正的念佛人啊，欲知时之要的嘞。像相关大佛寺做好事，啊，欲知时之一百一百的嘞。啊，所以佛讲，若是念佛人，念佛的欲知时之，弥陀莲台接引入行。若是念佛的见性者，更是自在往生。人道很棒的嘞，不老不死哦，此生修行成功。现在在我身上看到，啊，在以前呢。可以讲那个头发虚虚的，现在头发密密的，重新开始的，现在还在长。那再叫你不老啊？啊，不老就不病了，没有死了。啊。要如此没那么简单了、啊，要精进认真修行，好好念佛，就讲上这样的不老不病不死，此生修成功。佛在讲，要如此没那么简单，要精进认真修行，好好念佛见性，念佛很重要的嘞。像现在明出去不念佛，护体一堆哦。我不会骗你哦。啊，好好的念佛，见性就行。啊，要如此简单，只有精进认真修行。好好的念佛，见性。啊，不论何者，以相关实质作去便是。你看，相关在带动了。啊，叫人家见性，像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叫毕达多来找才知道，不用花几百亿、几百亿要把身体打开，身体科技的科技耶。你现在看到了吧，法力无边的啦，只要真理不偏，可以的啦。像我们在修行啊，啊，透彻明了，那是修行人啦。啊，像我们是学佛学佛，把佛的一生本事都学到就对了。不能不懂的，啊，很简单的来给大众讲，看你有没有慈悲了，啊，你越慈悲，越慈悲越简单了，啊，你不慈悲，不可能找自己的，啊。所以啊，啊，这个佛才讲啊，与相关，持之作去，啊，像相关大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啦，那与相关就是跟佛啦，哈哈，我给大众讲清楚一点了。像我们排位是佛诸法，所以叫做相关大佛，啊，相关大佛是佛诸法的。不能不懂啊。
啊，修行呢啊，是每个当下皆空皆无啊，每个当下啊，修之于每个当下纯净纯善。很棒的，啊，像我们讲给大众的，不要有惯性，啊，这个无种种修条，我一定要如何做才行？像我们的旧度要取自的，像啊这个毕达都要取，我们这是一百，你放心，啊，假如说能够带来这里啊，觉得这个国家绝对没有疫情，我是要。轰动全世界的，我很有自信的。啊，我也希望啊，你能够真正的积功累德，啊，把过去你在魔界所做的啊这个方业啊一笔勾销，可以的。这就是成就了。像你看看现在众生啊，都在火海之中，不能做主的嘞。啊，所以这个给大众讲，纯净纯善很重要。啊，像帮助这社会啊。啊，社会和平很重要哦。而且你救人好处在哪里？把自己忘掉，啊，你会越来越明，越来越清楚。做无做，无做而做。人体很有限的啦，人体不能病哦，一病就走了。像我们修行来讲，对任何感觉清清楚楚，对任何发生事情彻透明了，那是佛法啦。而且呢，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细胞不会老。啊，身体不会老太呀。无冤亲债主所讨，业力现前的病痛，啊，永无死亡。所以千万给大家讲，身体健康千万不要自私哦。啊，一自私啊，就把自己给毒死哦。像我们的身体叫做臭皮囊啊，那一几天不洗澡，你闻到味道的流汗就臭了，每个人都一样的嘞。像你来看看，啊，佛法厉害在哪里？灵性可以随时出来的。像我们的脸谱组织大的很多，你看，一打坐啊，灵就出窍，那是治疗寒。像佛法净土法门呐、啊，它这个灵出来是变化皆虚空性，它是度众的啦，不一样的。啊，现在度众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叫做心量。啊，你心量越大，你光宽频越大。啊，你心量越大，你看得越清楚。啊，越有怜悯心，越慈悲，就把自己给度了。很棒的嘞！而且你看看，假如说我啊，这个再用这个身体臭皮囊来修。修了，把这个生理丢了，灵出来，灵敏觉知的嘞。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像修行啊，给大众讲很重要。你还在这身体，你就灵敏觉知了。啊，不是死掉灵敏觉知不可能。啊，为什么是身体能找回化身？就是你这个身体啊。
啊，不能养成世俗的个性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三五来讲，世俗的个性，像我们也不怪你说啊，你是魔呢，我是佛，不是的。啊，其实看每个人都有个性，每个人都是魔。啊，像我们的无量说降伏魔怨的微妙法，无量说经啊。啊，现在的第二篇啊，这一篇就是啊，大家要听哦。啊，降伏魔怨的微妙法，这个魔怨是谁？自己啊。自己的个性啊，魔性啊，所以得微妙沉醉正觉。你的个性不改，不可能见性，所以要洗濯垢污，显明清白。啊，所以啊，调众生宣妙女主功德十五天，以诸法要救了三苦。这不能不懂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出家人叫做阿舍利啦。啊，怎么叫阿舍？阿舍利是清教师哎。智慧如海的清教师哎，找回自己的啊，所以啊啊，这个受菩提记受教啊，唯教菩萨做阿舍利啊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都是要纯净纯善的嘞。而且你今天做的这一点啊，无量诸佛咸共护念。像这第二篇啊，虽然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在对打，都是我们的啦，只是在标法给你看啦。像这第二篇就不得了啦，啊，这无量诸佛显功护念，诸佛刹中接连示现，必啊必上方是现中异象，一彼相中实无可得。所以此处菩萨依护的是通诸法性，所以我们在学佛，我们现在相关道佛是学到了通诸法性，整个大地都能对话，真的。啊，达众之将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啊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烈魔现王，你看。这个修到十法界的眼超声闻必知佛地，比十法界的佛法界啊殊胜很多的嘞。像佛法界佛来讲，他不能千百亿化身的。那我们跟着佛学，是千百亿化身的，很简单的啦。只要你观想你是千百亿从大陆出来啊，你千百亿从香港出来，千百亿从。啊，这个台湾出来，澳大利亚出来，都是千百亿的嘞。在第二篇啊，你只要能够学到就不得了了。一定要降伏魔怨，什么叫降伏？自己的个性啊，你没觉得你们都很魔？个性都不改，还想说，那三文讲说魔控制我，这个魔控制这里，魔控制这里。你没有把他找了，他怎么会进你身体呀、啊？啊，你们三个也要想一想，都是自己魔找来的嘞，没有人啊，没有人找你的嘞。你个性一样，他就进来；你个性，所以我现在给灵界讲、魔界讲，千万不要进去人家身体。你看这大地都是你魔，你看个性不改都在大地的，划不来啦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呢，啊，你是能够做主，逍遥轻松无负担，那是佛法啦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身体啊，啊一个负担，那不是佛法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想念佛人回家很简单，
啊，很简单，搞得不简单呢，这事情真想不通呢。像我每天欠人家稀饭，啊，你就是不去，死给你哦，太可怜了。像我们现在没有本事念佛，佛来接应；有本事自己预知时事就好了。想要回家就回家，啊，能够多救一点，救人很重要的。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所以只身修行成功要如此没那么简单，要克服自己个性，一直突破，一直突破，突破。啊，这个性你不突破没有办法啦。像我们都很多的习惯，那个就是个性了。啊，我喜欢这样就是个性，我要这样就是个性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啦。个性自己要改了。啊，精进认真什么呢？看好不看坏。啊，认真修行要如此，没那简单，要好好念佛，啊，见性才啊才行。那个见性呢，就知道啊，人家讲什么真假了如如常，心不会动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要好好的念佛见性才行。啊，认真修行，啊，要如此简单，只有精进认真修行，好好的念佛，见性就行。啊，这个佛号很重要的。像现在看一看自己啊，啊，一坐都不行，一坐都不行。事情可严重，太严重了。啊，像相关大佛寺来的不容易哦。活人住持给全县的总理讲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南无阿弥陀在相关大佛寺。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老师，啊，佛在讲齐，像我们修行要靠自己的来，啊，自己要起啊，不能靠人的来，像现在的严重问题就是自己不能做。啊，人家叫你睡你就睡，啊，人家叫你跪你就跪，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事情就不能做主。假如说你今天能够做主，说，哎，我今天绝对不能这样，我能做主，那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像这个修行啊，啊，广见无量义的众生。啊，皆还是在于起与未起之间，不要管人太多了，你也管人太多了啦。啊，人家做什么我们都不要管，个性怎么去管、啊？因为他这个就是你教他了，好心给你讲是真的。阿奇他很会做事，他很厉害。他什么都会变的，去变变变，哦，很会变了、啊，啊，啊，我不喜欢吃那种变的，我这就是这么单纯，啊，我这样烫一烫就好，这个海量就喜欢了，我不喜欢，这个海量不能清啊，我比较清，因为我喜欢清清的，这不一样的嘞。真的越单纯越好，因为都是众生，我们吃了那么这么多，这里众生，这里众生，面目也众生，这里众生，我吃那么多，我才不要嘞。
啊，因为我看得见了，我才不吃嘞。所以三级我都不懂，送人去再痛，我没办法。啊，这样接一次再起一位起。啊，是自己佛爷来让位起，孩子当要见自己。啊，像我们自己啊，不要管人家了，自己升级最重要。把自己升级啊，净化。像我也给相关大佛师的啊，比丘尼讲给师兄姐，你不净化，你不能见性的啦。像这眼睛最好不要看东看西呀、啊，看到那里就起波了。我今天打开是看他们跪着在听经呢，啊，给他们看得见。这样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修行很重要哦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改身？跟修行说，你要不要改个心？啊，或是要轮回？啊，你不修行就是不改个心，就要轮回啦。所以，这孩子当见自己是我自己佛以来难为起。啊，观见无量意众生。啊，你好自私哦。我讲的，你们不行，就是好自私哦。啊，这还是在于起于未起之间。要看你自己的。像你越慈悲来讲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能帮助你。说孩子啊，起还是未起，自己可以决定。啊，这个自己要醒悟了，因为可以讲说是百千万劫难遭，疫情没有人化解，你来化解啊，毕达多不得了哦。啊，你要看到啊佛的法力无边，你就知道啊，你就做百分之百的了。现在人都听你的，啊，只要你这个一听你的来就好做事了。很重要，像现在你也看到一个人的头脑，啊，一个人身体，啊，魔众这么多，啊，佛也看到这么多，啊，那魔众现在讲的认识佛法的话，赶快投靠。我也给魔众讲，全宇宙银河系，包括在人体的魔众讲，假如说这个人是没有身份的，你就坐大地，就在草丛下面。他的魔众在那边。假如说这个人啊是个国王大臣，还是皇帝，还是总理，啊，你控制了他，我跟你讲哦，而且造业打仗，我告诉你，大部分要啊压在那种啊这个岩浆黑洞，啊，这个手指不看啊看不见，而且黑暗中就好像这个十一年的。要在那里，他没有这个岩浆，只是黑暗中叫天天不应。他说痛苦的要死，还有岩浆一直流流啊，身体又给他压压啊压压又给你，这事情可严重哦。所以我劝他头部的啦啊，心的啦，背部的啦啊，这三文的啊，某种赶快来投靠我，不然你的下场不好了。他再做不过五年三年了啊，马上没有了。啊！你们这就死定了，我很恶心啊！我跟你讲，啊，人家现在疫情这么厉害，啊，你赶快来啊，赶快来啊，这个赶快来找佛，业也就放了。像今天放业，我也是一直在超度。啊，人家讲老子讲，唯有神是个大法。现在我的金刚罩啊，你看他还在范围啊，一直去求救啊，他都不改求救有用吗？你说呢？心假雄了，不要讲，气死了。
所以安住啊，心安住在每个当下，当下念佛，念佛便是默念他，心安住在佛号中。啊，假如能够这样子，我给大众讲就赚到。像我家里面念佛很多，你要看到我录了很多六字红名、四字红名，啊，我每录的东西啊，都很棒的嘞，真的。都教你们念佛啊，啊，看你要怎么样去念佛都可以，啊，心要有佛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不能安住在佛号之中，你这个人不是念佛啦，你这个不可能清醒的啦。你不要看这六字红名啊，华丽无边的嘞。现在我劝大家最好不要出门，不得已才出门。哎，昨天呢，法王咳的，难搞不，他吐的快死了，而且他重病很多。啊，你也给他写一张，他的这个哎这个肺部，啊，你来写啦，该结结好缘也要听你话，很重要的嘞。像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的器官密密麻麻，啊，吓死人的嘞！没有那么简单哦，人还是老实一点就好。现在拜佛不要思维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就是南无阿弥陀，啊，南无阿弥陀。像以前我带动你们拜的，我脸都红的，你们脸都不红。都在佛号之中啊！现在啊啊，你们要知道好自为之。我早上超度是无量无边的嘞，啊，不是像你们这样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没有观想，我是无量无边喽。不然啊，老师怎么讲啊？水流，我的流不止，我都已经在超度的嘞。这个东西你要学才能够翻页的，每天操作，每天操作，能够翻页的嘞。啊，对自己帮助人家拜佛很漂亮嘞，啊，而且要给他录影起来，啊，拜佛便是莫失他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深安住在每一个动作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像以前我跟啊这个唱功拜法是三十二拜，啊这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蹲下来南无阿弥陀，啊身挺阿弥陀佛，啊腰挺的阿弥陀，都是阿弥陀佛。拜了拜，我有录影带啊，你们可以看，那个慢慢拜的。像以前在古今，我教了很多人拜佛。啊，不得已，现在二十一世纪，每个人浮躁，你不拜观，他睡着我，他不像我拜的越拜越好，你要叫他慢拜，他就躺在那里就起不来了。他一定要一直猛拜，猛拜，猛拜，很重要的。啊，说身安住每一个动作里，身心安住，身身佛号中。啊，闻啊，佛号不离佛，这个一定要学的，这个最重要。香港人啊，聪明一点啦、啊，啊，这个六字红名啊，会念啊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像啊，古巴吉图伦巴拉中林啊，啊，三个代理也赶快练哦，啊，我看不出啊，这有在第一，就表示你们练得很好。啊，他还讲阿妈，我们练了那么那么的在聊，啊，这不错，有了又在滴水了。你看佛法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就不用浇水，有没有道理？本来你都有浇水的，今天去没有浇水的，
生而佛不离佛，啊，耳闻佛号不离佛，当下诵经，啊，诵经便是摩斯他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像学净土法门啊，啊，你有思维不能见性没？啊，人家还常常问说，苏志远你都没说，我没有。像啊，我在房间，我在做事，我自然会背经耶，我不会去想东西。我嘞，我还在背经，卡带很好，他自然会出来。啊，他不会去想东西的，啊，我好几次，哎，不错，哎，我都没有在想东西，啊，他自然出来。这个已经惯性了，对自己就帮助比较大。啊，当下诵经，诵经便是莫思他。啊，心安往于智之中，莫解之意。这个好像说啊，这个啊，有一次人家给我讲，苏师爷我不知道意思，我说你知道意思就完蛋了。啊，你就意思念，啊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，啊，不懂就不懂。假如说你念到如是功德说不能尽，啊，生果常入无量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啊，原来啊，你在修行的时候，啊，你自然这个身体啊，它会改变。啊，自然中自然香，像我们身体都有味道的嘞，啊，越修行越没有味道。我给大众讲，要听。那越修行越没有味道，出在哪？就是众生少。啊，你看众生越多，味道越重。真的，我给大众讲，要听。啊，所以啊，当下诵经，诵经便是莫思他。啊，心安住于知之中，莫解之意啊，莫解解啊，解之意，不要去解，你解就完蛋。人家这一种是啊，这个啊，无助身心啊，你念念不懂就一直过。哪一天呢，你心越清净，念了这一段说，哦，原来这段是这样，那你就赚到了。所以心安住知之中，莫解之意。啊，自然之中是清楚，落定是定的定。啊，落定啊，啊口，这个自然之中的字意明啊，就是无住生心。口出自知清楚，落定是定的定。啊，心定注意，善言善行，很重要啊。啊，所以要了解，人家练经练久了，哦，原来这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我要去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讲话，应该是这样才对的。说身安住，为人服务不起破动，啊，灵性注意静坐。像我也给毕达多讲啊，你啊有什么问题要问佛，马上找孩子啊，他马上给你写出来，要记得。所以速度要快啊！啊，救人像救佛，来就对了啦，不会错了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一百一百的啦。啊，你也跟着佛一百一百，能见性。所以心安住于善言善行中，啊，像我们修行就要这个，身安住为人服务不起破中，灵安住在静中。像全世界疫情只有佛能化解，医药没有用，有用人家也不会生病，啊！现在问题是给全呐、啊、世界的人家，你们一定要啊在善言善行中，纯净纯善，一定要善哦。像我常常讲，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都要哎。当下诵经啊，诵经更是。莫思他，啊，心住于智之中，莫解智啊，智意，自然之中啊，智之意。口出智之清楚，落定落是定得定，啊，落定是定得定。那也给大众讲，现在我们的身体它是借用的啊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太执着，
啊，执着对自己也伤害最大。啊，能够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用这个假身呢、啊，来把自己找回。啊，心安住，上也上行中。啊，所以身安住于为人服务，不起波动。啊，灵安住在静中，很重要。这就是你这个身体在做了。那我们现在这身体一定要见性啊，那见性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把自己忘掉，一直超度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才知道每个人都有，没有一个没有的。啊，所以清净之灵啊，啊，这个灵性自然提升，这个镜上相符。啊，灵性提升是智慧如海了。像我给我大众讲，我们三十系列很重要，超度无量无边的嘞，重重无尽的嘞。啊，能够好好的经营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灵性自然提升，境上相符。啊，越啊这个要怎么方法容易练？我现在练不住诵经啊，啊一直诵经，不要诵太快。啊，如是我闻，于是佛在王舍城习诸劫三中，每一句都咬字清楚。啊，咬字清楚就是你不会散乱。啊，不是囫囵吞枣，那我告诉不行。像以前刘明刚进来我们这里，啊，就讲说，哎，这个一个半太长了，我说我要想两个小时嘞。他不懂，啊，他以为囫囵吞枣就可以，这不行的啦。啊，念经是在修定哎。啊，你要一直咬字清楚最重要。你要看看我录的这个咬得很清楚嘞，每一字都很清楚哎。啊，说清净之灵，灵安住于静中，啊，身安住于为人服务不起波动，心安住于上言，啊，上行之中。那我告诉你，绝对能够进行。啊，结果能够找回自己。啊，说清净之灵，灵性自然提升。像我也给他讲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清净，你不能提升的啦。你看祖师大德为什么要修？啊，祖师大德在修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就修这个，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啊，可以灵性提越高，品位越高的。像老师千百亿发生，啊，有的没有千百亿发生的嘞，啊，你想凡圣怎么去千百亿发生？不可能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人体来讲，啊，自己可以经营，啊，经营可以千百亿发生，那你就赚到了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给大众讲，不能不懂啊！所以这个灵敏觉知则现，是为啊开悟见性之情啊这个情况。所以越灵敏呢，举一反三，举一反四，可以的。啊，所以啊，续精进努力，直至寻回自性，见性者也。像现在。佛本人在教我，解义都讲的都非常好，啊，所以自己要安住，啊，心要定，就像你们现在信不信佛？假如说你不信佛，就不定，很重要的，啊，要定啊，啊，说安定在每个当下念佛。啊，念佛便是默念他，啊，心安住于佛号中。
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拜佛对你帮助是最大的嘞。假如能拜到流汗，啊，拜了又拜，拜拜了红光满面，我告诉你就赚到你众人出来很多。像我们的毛细孔都是众灵，就整个都是众灵的嘞。看你自己要不要开花。很重要哦。啊，当下拜佛拜佛便是啊，莫视他。这四位都是人家害他，有跟他一样个性，他才会抓他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们哥这么善良，这很奇怪呢，想不通呢。所以我给大众纯净纯善最重要了。像你们现在要自救，真的讲这当下拜佛拜佛便是末世他。啊，身安住每一个动作里，啊，心安住深深的佛号中，啊，耳闻那佛号不离佛。啊，讲你啊，真的真的啊，发挥很大，在厨房发挥很大，对你帮助很大的嘞。现在有智慧做东西就简单了，还没有智慧的要做东西就困难了。啊，洗个一样东西出来就很简单。啊，看着自己要不要啊去找回的啊宁静。啊，进化，你越进化，这个东西都非常简单。像我在做菜呀、啊，我告诉你没有，他们讲切好，我不要十五分钟嘞。你看我要跟佛对语，我早上很忙的嘞。啊，也做得很开心的、啊，非常好，不一样的。所以当下诵经，诵经便是末世他。啊，心安住于宇宙之中，莫觉知啊自己，说自然之中自然之中的一名啊，口出自知清，所以很重要。啊，像无量寿经越练越练，你要进去啊，我这没做到，我要进去啊，我这没做到，我要改，都要练这个经啊，自己改自己，看你要不要见性了、啊。来见性就自己会去突破了。啊，假如你不讲见性，就很难突破。像相关大火是不得了，相关的人死掉在哪里就能够清呢？何况是疫情，很简单的嘞。啊，若定是定得定，考出自知清明，所以心安住于三言三。善行中啊，见性则也啊，你假如说先安住在善言善行中，你就是见性啦。很容易的嘞。啊，笔要快，是讯息要快，速度要快，很快的嘞。啊，你一不快，他的速度比你更快。所以直至啊，寻回自信，继续啊，啊，精进努力，思维开悟，见自己情况。所以啊，灵敏觉知得知哦，镜像相符，灵性自然提升，清明之啊之灵。啊，你只要心量越大，越替大众服务，自己就提升的了。很快的嘞，佛法是这样，它很现实的。啊，你要知道，这身体要进化，你越进化，你就会找自己。假如说你还无着，啊，这个也管，这个管，这个也管，这管，啊，你怎么能见性？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越不管人呢、啊，自己也要修，
啊，你都要管人自己的样子不好，你怎么去管人？很重要的嘞，啊，所以啊，精进啊，努力，直接啊，找回自信，啊，见性非常简单的啦。啊，像我们在群众啊，这个佛在讲除寒，除寒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啊，像我们要有佛力啊。啊，你要除寒就是附体太多了，像你们啊，我看都穿很多，啊，这个头也包，身上也包，这个都是重点呢。而且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身上的啊这个寒来讲，啊。给大众讲，自己不能做主啊！像我们现在修行要跟佛来修行，啊，我们要自己能做主，朝气，朝气很重要的嘞。啊，越学越活泼，啊，越学越有能量，那是佛法。啊，假如你修了没有能量，那不是佛法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很重要。啊，所以啊，佛才讲真正的寒冷啊，是心脏无暖，心寒心痛，情绪啦。那你说我们现在啊，学佛要不要情绪？不用。啊，体质寒可用衣服等外物啊取暖，啊，令寒得解；心之寒，除非外物可解。加上你心冷啊，不是你穿再多衣服都能够取暖的，不可能的。啊，像现在修行也给大众讲，啊，你成不成功都在你手中。有这个人生来一口气才能够去做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像你现在看到三五千人就这么多，不能不懂的。啊，现在某种我也给某种讲啊，啊，某种啊。他是个性来才有魔种，现在你还看到修行人啊，已经在修行，还是很有魔性的嘞，也个性不改。啊，现在你还听了这三个三文在讲，这故事出来，都是自己找魔来的嘞，没人可以找来。你有没有感觉？啊，什么胸口也有，头部也有，啊，记忆库也有，吓死人哦。都自找的啦，没有人害你，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所以心啊，要给大众讲，我们现在学佛啦。啊，我们以前不懂，就像魔宗来讲不懂啊。你看现在，啊，我们现在。宇宙菩萨、因为菩萨在绕地球，我们看每个人红光满面呢，笑口常开。但魔不会安心的啦，但魔要受报的啦。啊，但魔我也给大众讲，就是你犯了罪，像我们人道来讲，犯罪受报。灵啊，犯罪啊，吸到空间哦。我给你们讲要听哦。那是真理哦！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们只有一条灵，啊，不要跟灵过不去，啊，跟灵过不去你就输掉了，
啊，你把害了你这个灵啊，啊，在这空间里没办法出来的嘞。所以啊，你心自然出会，外无可解，佛给你解了。像我们现在讲魔来讲，哪个不是魔？啊，你能附他体，他就是魔了。他跟你心心相应，你才能附他体啊。啊，不要讲说，你看魔都附魔体啊啊，魔这么多附你，你不改当然附你的体多了。这一定要清醒的啦。像我们啊，这个八十五十一手的人道来讲，都是自己对别人错。像最笨就是功高我慢了啊！我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啊，能不能比得上我？人家魔就进去，很多魔就是有这个性了。所以啊，啊这个行来讲，心之行啊，却会啊外无可解啊，须有心地下功夫，心上得了。那现在我给他们学佛好处在，他叫你慈悲。啊，他叫你看好，啊，他叫你顾了这个心呐、啊，啊，宇宙总则不能偏，每个人都能看好的嘞，方能真正解心中之行。那不会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啊，现在我有两年奖金的，你拿去看。啊，现在啊，我也给宇宙银河系，包括这身上啊，这个魔咒，啊。都看啊！我在教你怎么做人啊！不要再变大地了。我们今天模糊人家体，因为他个性跟你一样才模糊体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给他在受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给他受报，他跟你一样，他给他受报，等他死掉了，该你受报。一样的意思啊，所以啊，我劝魔啊，赶快来皈依。佛很慈悲啊，都在接引啊。我讲的对不对？啊，有个性啊，啊，你才能进他身体啊。你控制的他，啊，他受罪，你也有罪了。这还是和。老而无力，病而苦痛，啊，死而灵无依，活于无目标，失望一日而过日。像魔界，啊，我觉得不好，啊，讲述是魔界的，啊，这有个性聚聚，有个性聚，有个性聚聚，啊，专门在控制人。等到你有生了，我告诉你，这魔界更多，啊，这因果跑不掉了。二十一世人家都找到了，所以啊，佛法讲一句话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讲你们啊，这个魔界啊，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尤其现在啊，在主管的很重要。假如你一定要他做什么做什么，我恨死了，个性个性个性啊！恨什么恨？付出代价不值得了。所以啊，我给魔众讲啊，啊，寒食和老而无力，病而啊苦痛，死而灵无依，活而无目标，失望一日日过。像不能讲一点依靠人的嘞，啊，要发挥说，我今天要度众，啊，我今天身体坏了，佛你带我走，我啊，等下道教死人才对，不是他们的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的，哎呦，他怎么这么愚痴？要去西方不发愿，怎么能够去西方呢、啊？
是和啊老而不老，无病无死，宁可啊宁有所依。像我们都是西方人呐、大家发挥来做很棒的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真的在澳洲，这大地要念佛。像今天我早上你们都不念佛，已经两个礼拜都不下雨啊！你们要靠谁？靠自己。他们现在念得很好。你看这个念佛很重要哦。哎呀，像我一直朝台湾啊，搬去澳洲。今天想说，哎呀，澳洲，我赶快叫你赶快念啊！这个很感应的嘞，哇，这个不得了。他们也很听话，不像你们都不听话，没有一个成就。哎呦，要听话才有成就。说软是和老而不死，啊，无病无死，宁有所依。说活目标明确，啊，希望日日不空过。啊，心中有佛，给大家不是迷信哦。啊，这个毕达多，我跟你讲，心中有佛就是佛做什么事业，啊，我们跟佛做，我们翻译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你看佛的慈悲，佛的心量，佛的包容，啊，我们都要学的嘞。假如说你心中有佛，你对人对事啊，能够啊包容，啊。这个心量啊，给大众讲帮助人，啊，所以越慈悲越慈悲，就是心中有佛，啊，心量大，自然得显。所以心中无我，啊，人我是非妄想，那个是身体在用，像这个三文都是用着身体给人家提走。现在很多不是只有他。大部分都是身体给鬼在用比较多，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这不能不懂。像我们现在无量寿经就是依佛心、依佛愿、行于佛道上，无量寿经。啊，不能骗人的嘞！啊，处处佛光铸造啊，啊，温暖，构除的净啊，智慧，啊，佛光来照了你，你就智慧了。只要心中有佛，很重要哦。像啊，你看看。我们要成佛，我们去到哪里，就是佛光铸造啊，众灵欢喜啊。寒啊自然除，冷自然无，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，第一个要对自己慈悲了，自己要精进的。啊，自己不能精进啊，对自己伤害最大的嘞。啊，能够精进啊，给大众讲，帮助一个算一个，那是佛心啊。假如说你学佛了。还很自私，那就把自己给害了。慈悲心量啊，啊，慈悲力量亚丁讲，不是疫情啦。你讲哦，伊家里贤良哦，叔叔讲你啊，他爸爸，哎呦，眼压高哦，不能开刀。啊，昨天就在汪汪打给我说，叔姐怎么办？我爸爸眼压高，不能开刀。啊，那我就讲说，你要发愿给众生啊。啊，那医生讲眼压高了，怎么能够去动手术？结果他讲说给
众生三百部啊，无量寿经，医生马上讲说眼压低了，马上开刀。啊，其实都不要开刀。啊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功夫啊。那他爸爸也最早死15年有，15年了，跑不掉的。人啊，死掉很快过日子，对吧？哪知道那现在绝不要动手，动了这不是重众生的忌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就处处佛光普照，得啊温暖啊，垢除得净。所以啊，寒自然除，冷自然无，转寒为暖啊，是为佛心。啊，心中要有佛啦，没有佛不行啦。现在我也给大家讲，我们都没路来，我们还要有阿弥陀把他抓住了，不然谁有路啊？他没教我们怎么有路，你哇厉害！他病给你种就是种了，你有没有多厉害？你没有活没办法的啦。他也知道你哪个地方是问题，哪个地方问题啊？阿弥陀在讲这歧路啊，像我们现在为什么歧路？个性啊，像魔界讲你就是歧路哦。啊，他能够救世哦，你也保证他救世，大家来投降，不要一直要报复报复，到了再报你身上啊。像我赶快把毕卡多救起来，不然毕卡多，你啊夫妻不能团圆没关系啊，而且自己啊还要受报，划不来啊。你还看到我的袋子，我都是在救人，魔界这么多给我救，给你讲是真话，我常常劝魔界的，个性害死你啦。不好啦，像我们现在个性不也不是魔界哦，我讲你有没有道理？不是魔界哦，自己就是魔啊，哪个不是魔？啊，所以不要走这个歧路，我们走直路。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何要走歧路？一定要自己的思想，要自己的构想，啊，一定要自己的看法。哎呦！不管你魔也好，人也好，不能一手遮平的了，不行的，除非你是真理啦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你这个歧路啊，又要设计，啊，头又要想，啊，心又要动，就像他的啊，九曲多啊，九万多曲，划不来的啦。像我给全世界讲，讲你要学法身很简单，越单纯越好。真的，你都会设计。人都老了，现在名教授一堆了，包括华果山的圣严法师的，还有那个中台的，啊，那个都一样啊，维觉，都一样的嘞。人呐，越老实越好。像我们今天学佛真学，啊，错了就改，一脚不一，对自己多好啊！偏要自己的主观不好。像我不敢，我什么都问我，啊，我现在轻松的不得了，啊，操作也轻松，什么也轻松。所以，此心之向如何难行？原因是自己心中决定，看你要不要，还要自己做主，啊，看不好，啊，我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报仇，你需要给别人被攻击，啊，像呢，现在看到这身体，我才知道说人怎么这么悲哀，每一步棋都是人家在做的，不是自己在做，很悲哀的嘞。像我给全世界学佛讲，跟着佛就好，听佛的话，啊，一脚不一硬啊，不要有自己主观。现在我给全世界讲，你不会念佛不行的哦，南无阿弥陀很重要哦，啊，不要临终念佛就来不及哦。啊，众灵越多啊，分层越厉害。
那重你为什么这么多歧路啊？你乱想啊！像我们越单纯越好，啊，越单纯呢、啊，吃亏没关系。给大众救自己啊，原因要自己心中决定。此心之相，如何难行？个性啊，像你说现在的魔界在哪里？大地都是啦，整个地球都是啦。啊，都是有机体的魔种了，啊，压了在空间里出不来了。现在佛啊，你看现在在地球救人，要救人就是啊，整个魔界来讲，来呀、啊，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不看你过去的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比丘比丘你也知道，像不要有过去，有过去你可能不能见性。很重要的，说人间四成，啊，入若为王，原从啊念死，就好像说你为什么这么忠心在你父亲，啊，你就想这个声音，啊，像一个网状一样，啊，众生就像蜘蛛网一样把你捆死啊。一个声有什么好想啊？啊！但吃也没有吃很多，一个声响这么多，所以啊，思维啊，繁杂之下，让世间出现许多的选择，啊，是选择之中产生诸多的欲望与想象，他不懂，所以你来学佛才知道，根本就不要想了，存好心做好事，做生意也是一样，啊，你只要是好心啊，你生意绝对好的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为什么说啊，一个样子啊，这。人家这个啊，做生意赚这么多钱，你做了这生意亏本，心不一样的啦。啊，你存进存在的去做生意啊，啊，这个一点私心的生意日日上，啊，你有心机、啊，哎呦，他做生意不做我也要啊，啊，心机很重，你做了就倒店的了，都是在你的心啊。像我们佛法的教育啊，我也给他讲，世间人的佛法不行的了。你看整个澳洲还是整个台湾中国来讲，教育不行的，那个都是竞争斗争的了。像我们这佛法一定要兴旺，才是一个教育啊。我们资料很多，我们这教科书就够本了啦。而且呢，能够啊画图案啊，这个故事书，每个都是教好的嘞。给孩子想要学啊，啊，佛法不是迷信，佛法是教育啊，把你孩子养成慈悲啊，把他救起来了。所以人生之路更不在此行，选择之中产生诸多的欲望与想象，让世间出现多种选择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最好不要像我们老实一点，知道就好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真理啊，我做生意真理，啊，不是我的我不要，我情愿赚少一点，啊，我也不想跟人家竞争斗争，啊，我一天呢、啊、能够三餐温饱，啊，没有斗争竞争，啊，人人好，能帮助人，那你就起来了。像人道很短的啦。人道不值钱呐、啊！啊，那我们啊，没有学佛不讲，学佛，佛的教育很重要。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佛解义，都一级棒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选择之中啊，产生诸多的意外想象，人生之路更不在此行。啊，选择世间啊，许多的选择，思维复杂之下，啊，入若为王啊，原从心思。像我们学佛，生于不能用的嘞，
好像我在二十年就讲了，你生于欲用了，你不能见性的来。啊，人家讲说师姐你都不想，我不想，我想佛。啊，不然这是怎么有办法的救世啊？你看救世很难的，啊，无孔不入的，都是灵，没有灵性也不能救世的。啊，灵要跟灵沟通啊，像我的灵要出来啊，才跟灵沟通的，不然怎么救世？哪有这么简单？所以啊，我也给啊这个毕达多讲啊，救人胜救佛。啊，你这个世界，你这个国家啊，没有疫情啊，可以做得到。只要你发大愿，功成啊。一个人呢、啊，生在父母身上，孩子都有姻缘的啦。他的女儿还好，是我给他保护在，不然他也完蛋了。杂心都不够细哦，不懂得人家在教他都是好的，他一个孤行，很可怜的。那痛苦谁是他，又不是我。所以你今天很有钱，你要上医院，我当然赞成了。你花钱又不是我，现在这个钱都不能乱花的嘞，一毛都不能乱花。像在澳洲，你都不要进去了，你进去就是一万澳币啊。你不要去摸它，一万澳币又不能好，你不能一万澳币给我，我给你一，我有没道理呀、啊？像你们家要医院来找我啦，啊，你要进去一万澳币给我，有没有道理？我来给你医啊。这不能不懂的嘞，笨死的才去给人家切了割了，啊，把你割死的，把你切了。啊，说人生之路更不再执行，都多向啊，弯曲无见真目真面目之处，所以自当有。定性，像这个修行就是要追性。像你不要看我是在救世的，我不是在搞你们的，你们都不修行，我没有办法啊！我要怎么来救这个地球？我要把疫情化解的嘞。这样我们今天不就是我们学佛干什么啊？为了一个身哦，太不值得了，这身体不值得了啊。所以觉性之庄，我在世尘转多相一往，自性当有定性啊。多相弯曲无见真目目之之处，就是自己想法思维胜于意啊。想想万大博士啊，我也给全世界人讲，疫情只有阿弥陀可以救了啊。相关是啊，是佛在救人的来，能够来找他你就赚到了，这不是迷信，没有迷信的啦。像你啊，要来我们相关，你先看我的档案，我是干净的不得了，我没人收人家一毛钱。我都靠自己的嘞，在救人的嘞。啊，知己知相，知己知人生目的。不要为世尘迷失方向，迷失自己。啊，这个迷失自己，迷失自己，大家听不懂。迷失就是你身体给人家救走了啦。才知道事情很严重，所以我们现在学了佛，
找回一条直路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就是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所教的，啊，赶快做。啊，所以这个知道前行是何妨，解脱之经啊，很重要的嘞。像现在佛也讲，孩子不懂不晓得，懂得佛法应该知道当可选择直路，啊，那个直路叫真理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我，啊，当选择真理，啊，我有个要啊走这个歧路，就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看法。像我给人道讲，人道不行的啦，人道都大部分都是众人在啊做主，只要你喜欢掌声啊，喜欢啊什么，都是众人记住。啊，个性也是重点在做主，划不来的啦。啊，像自己走了啊，崎岖不平，九曲多弯，累死你哦！我看到很多人做事，就是把他给累死啊，赚了一点点钱呐、啊，累死他了。所以你只要有个性哦，此行之相如何难行？原因是自己心中啊，决定都是自己找自己的。像我给全天下讲，人道不行的啦，人道附体太多了啦。啊，只要你有私心，他就能附你的体啦。人道不行的啦，没有人懂。啊，人家佛为什么叫做人间四乘？啊，人间四乘呢、啊，给大家讲密密麻麻的众灵啊，啊，很密的嘞。像我们现在给出生到冤魂难动讲，啊，你去做冤魂难动出生的，也是自己找的、啊，像那蚂蚁窝也是自己找的、啊。没有一个啊，这个啊，动物来讲，都是自己去做动物的嘞。不行就拜佛了。啊，所以啊，入乐为王哦，缘从念时，啊，人啊越单纯越好。啊，一点都不单纯了、啊，就把自己给说死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没有人害我们的嘞。家人听到佛法的道理才是，都是自作自受。不能不懂。像现在，哎，我看思维繁杂很多。啊，你看到就知道，而且你看他走路就不一样。为什么思维多重你跟他一样都是在身上，他走路就不一样啦。像你们在学佛来到这里赚到了，还不真修就损失可大了。啊，虽然世间出现多少选择，选择之中产生诸多欲望与想象，你看，都是这假身。像我们要给大众讲啊，我们要学佛，把自己给忘掉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可是我给大众讲，你不忘掉自己哦，你业很重哦。啊，一定把身心奉承上。不要这身体，这身体啊，你要有他，众灵都在，他要讨债的嘞。
划不来哟。啊，假如说你选择中产生多种欲望与想象，那人生就更不再执行喽。你身体就是人家做主喽，不是你本人喽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台语讲，一来穿个玲珑色啦，啊，那国语是他把你啊千东千西千南千北，都是你的欲望，都是你的贪婪，没有人骗你。像我也给全世界人讲，学我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啦。啊，不能做主啊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整个淡掉了。那谁害啊？自己害啊。啊，你怎么病了？自己害的。所以我给大家可以不生病的了。啊，说选择中产生诸多欲望想象，人生之路更不再执行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不要走歧路啊，不要有自己的观念，不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像我们现在学了佛以后，越单纯越好。很棒的嘞。啊，跟着佛走。啊，佛走有人讲，我就不跟佛走。无量寿经。啊，这本无量寿经很棒的，我的成就就是这本无量寿经。啊，能够救度众生啊，像我们现在有人体来讲啊，救度众生很重要。阿弟也把自己的众生给救了。像啊，有的人很可怜的嘞，思维多啊，人都不是他了，还拼命一直做，苦死了。像今天你不来相问大佛是怎么懂的？啊，人体的，要给自己能够做主，那你就不得了了。像我也给毕达多讲啊，魄力大，你成功了，为什么？疫情化解了，魄力。我跟你讲，要听我，一百一百的。全世界啊，就是你能做得到，那就不得了。所以这本书出来，我在这样做出你整理，三魂都不能做主啊！你看看，任人做主啊，家财万贯也不能用，家财万贯的嘞。没用的嘞，啊！我要给谁用？思维用，思维把众生找来用，很重要哦。啊，说执行之向自己知道人生目标，啊，觉性之转无在事成。转多啊，多想一万，就是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佛法不能想知道，啊，佛法是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啊，人家讲说啊，你怎么知南无阿弥陀智慧？啊，南无阿弥陀什么？要用就有，一看就会做，那是智慧啊。啊，
执行之下，自己知道人生目标。像人生来讲很短，目标在西方。给大众讲又听哦，啊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啊，不要为了这事情迷失方向，迷失自己，哎呦，太可怜了啦。啊，像我给你们比丘，人要有朝气呢，要有能量呢。像我们一天要做很多，我们能量这么多，没有能量是不行的。看你们都没能量，不对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当啊找回一条直路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不是迷信哦，无量寿经做到，啊，他叫你做做，他叫你不做，你不要去做。知道前行是何妨？你看，我们没死啊，很棒的嘞。我讲得很清楚了，不然就要变大地了。不是变大地啊，你附在这里的魔咒，是要到岩浆的嘞，没有那么简单哦。害人一条命啊，害人一个大地啊，都有罪的嘞。这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不懂啊，现在懂了就知道啊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跟着佛走，啊，佛讲怎么啊做什么，只要净化下来，跟佛对都很简单呐、啊，真的，啊，知道前行归是何方，解脱之境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全家都可以移民的嘞。家里面某种啊，假如有家庭都可以团聚的，这样帮助这疫情解开，都可以的嘞。啊，所以劝大众哦，执行之下自己知道人生目标，啊，赶快解脱。啊，像我也给毕达多讲。啊，大力！活人就疫情，大力！你的身可以做主，不要怕，大力！你业就翻了，真的大力呀、啊！给赵总讲要听。